我就说，我还是买好了，还是想要买那双鞋。我想了很久，哎呦，你这姐妹她会跟你翻脸了没？后来回来就再也不跟我去旅行了，因为她觉得，而且你这样浪费在你的犹豫不决上。因为其实你知道，尤其像如果是真的去国外，你因为你比如说那个团队整团集合的时间就是错过，就再也不能回去。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老公就是在旁边说，就这个结账了，赶快，我们来不及了，我们还要再去另外一家。对，因为我们还要帮别人代买嘛，然后他就说好了，就这样就，你真的没有时间考虑，我们就是立马结了就走，真的。犹豫不决。来，绿光老师，请帮我们诊断一下，天秤座的人为什么就是这么的犹豫不决？两个点，第一个点呢，他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了。第二个点，他希望皆大欢喜。那其实呢，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老实讲，你也是喜欢别人高兴了哈。比方说，跟天秤座一起出去吃饭，哈，他可能提议说，哎，那我们去吃麻辣火锅好不好？他自己很想吃麻辣火锅，但是他更在乎你想要去吃什么。最好是我想要吃麻辣火锅，你也喜欢吃麻辣火锅，然后你就表现出好啊，我们就一起去吃麻辣火锅，那就一拍即合。可是大部分人讲说麻辣火锅，那吃起来好热哦，好燥。然后天秤座就开始犹豫，天秤座都是这样，我没有意见，大家决定就好。对，其实心里早就想吃了，其实有别的选择，但是很愿意。那你听到我们这样？整一下，或者是那我们就要，然后我们就要马上问说你想吃什么？对啊，就问你要吃什么啊？就很迎合别人，有没有？对，迎合别人，这是天秤座犹豫不决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天秤座的犹豫不决呢，还要看他的上升星座，因为呢，天秤座呢虽然是一个星座，可是因为他上升星座有12种可能，他的那个犹豫不决的程度也不一样。像冠仪呢跟以柔，你们都是上升土象星座的天秤跟就是摩羯跟金牛，所以他。他们可能是最不会犹豫不决的天秤座，但是呢，他们在于买东西呀、花钱呐、做投资这个部分比较犹豫不决。对，那这个会不会？啊，你上升是天秤，太阳又天秤，这个人大概是最典型是。比较有可能什么事情都要平衡，人生当中很多事情都要平衡，都比较容易犹豫不决。那最犹豫不决的天秤座呢，是风向上升的，比方说上升双子的、上升水瓶的、上升天秤的，最犹豫不决。那土象是最不犹豫不决的。那至于水象啊，像上升双鱼、上升这个天蝎啊，然后还有那个巨蟹啊，大概是在感情啊、人际关系上比较犹豫不决的。那比方说像火象星座，上升狮子、上升射手啊，或者是上升像是这个牡羊啊，他们是在人生的方向上比较犹豫不决。所以我们是小事情了，还 OK 啊，还 OK 啦。那然后天秤座在感情上也很容易犹豫不决，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花心，机会很多，也有很多的选择。可是因为嘴巴会讲说身边这个人怎么样不好，怎么样不好，怎么样不好，可是叫你跟他分手跟离开的时候又会犹豫不决。对，我觉得我跟我老公永远比较有难那种大吵架，是因为当他很不理智的时候，我会变得非常理智。因为我老公就常常讲出一些我觉得不太合逻辑的话。因为有一次就前阵子嘛，每年不是5月都要报税，然后那一阵子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问我说：“哎，去年我们报税报多少？”因为家里的家庭基金跟记账都是我在做，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就会问我，然后他就问我说：“去年我们报税报多少？”拜托，这种东西谁记得啊？不过报过就完了嘛，因为你在问是去年的事情啊，我哪记得去年报了多少？他问我，他爸问了，连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说我真的不记得，什么总数，还是说最后退回来多少钱？我说我真的不记得，我就说，但是那个文件我们不是都会一份一份的，每年都会归纳嘛。我因为我自己做事还蛮有条理的，结果我老公居然说，他就看我想说。哪会啊？怎么会不好记呢？我自己都记得我这10年来报了多少。我是说，10年来你都记得报，我就说，可是我真的不记得。对，但重点是因为我刚刚有没有讲过，他是一个生活上根本什么都会忘的生活白痴，所以他就是会去沉着一团。他还跟我讲说，连这个都不记得，你生活怎么过得这样浑浑噩噩？我当下就觉得说，哎呦，很伤心哎。有一点难过，但我并没有马上跟他吵架，我是事后又传简讯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我就说你不觉得你讲这话太过分了吗？我是说没有做事的人，凭什么说有做事的人？家里的账不是你在记的？我就说自己常常出门什么都没带的 ，bla bla bla 之类的，你怎么不说你自己？你还敢说我浑浑噩噩？然后来了，他就说对不起啊什么的，他说他最常做的就是对不起。因为他其实讲那话，其实我觉得他有时候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没有什么好浑浑噩噩啊，就是跟他讲到他就会跟我道歉。他以为自己成语很好，乱用。对，我也觉得。
天雷勾动地火，而且两小无猜，是像个大男孩一样，然后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开心，然后非常的热情，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哦，跟你好不像，他怎么可以这么开朗，这么大方，这么积极，然后这么。天秤座还有一个很容易受朋友影响，耳根子。对，耳根子很软。所以你有一次交一个男朋友，你自己还觉得还不错，还蛮喜欢，可是旁边的人都觉得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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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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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讲了，像我那个男朋友是因为他就是我觉得 OK 啦，然后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我都会把我的男朋友介绍给我的周围朋友认识嘛，然后一起出来吃饭。然后呢，我这些朋友都很上道哦，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表现非常欢乐，然后说哎呀你们两个是怎么样，哎那么恩爱啊那什么，然后就会亏我们。结果私底下的时候就说，我真的觉得你跟他很不配。就讲了一次，一个朋友这样讲，然后呢，我周围的朋友几乎99.9%。每一个人都这样讲，你跟他真的好不配。你说看他是做什么的，或者是他们朋友都觉得哪里不配？就是因为他之前就是修车子啊，就那一个人。对，可是我觉得职业不是重点，而是因为他的谈吐，然后跟我们出去的那个感觉，可能我朋友觉得你怎么他真的跟你不配，不是说他不好，他们都强调不是他不好哦。只是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对，他们就觉得跟我真的很不配，然后我就说配不配到底怎么样看，他就说反正就是感觉很怪，很不舒服就对了，不知道哪里怪，然后讲了大概周围的十几个朋友，对，然后连爸妈都这样讲，然后就觉得完全动摇了，刚开始信心非常坚定，然后开始锐减，然后变成50%、40%、30%、20%。哦，对啊，是啊，这个来请教瑞光老师哦。天秤座在感情当中，他们比较在意的点是什么？然后什么样的人跟他们最速配？好，我们先来看天秤座哈，最在意的点是什么哈？第三点，这个天秤座真是有够要不得的，就是他们最在意对方的外表。真的？哪有？没有，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准。哦，这一点呢超准哈。OK， 来天，我跟你讲，天秤座呢，基本上因为他们把自己打扮得很美，所以他们喜欢美的人事物，但是很难遇到。对。那一开始呢，在看的时候呢，比方说了哈，太高的不行，太矮的不行，太胖的不行，太瘦的不行，太臭的不行，太娘的不行，太有钱的也不行，反正呢就是这些条件，这些外表哈，要让他看到刚刚好哈，就会有一点困难的。但是基本上呢，天秤座的女生男生哦都喜欢俊男美女。再来呢，天秤座呢第二点注意的是要温柔的对待，因为天秤座的举止行为都非常优雅，因为我不喜欢惹你不高兴，所以我跟你讲话尽量也是轻声细语哈，所以我希望你在对待我的时候也能够很温柔，不要对我讲话大小声，然后不要对我口出恶言，那最好呢也不要说很不耐烦，就是你跟我在应对的时候你都要很温柔体贴，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对待你，所以我希望你要对我很客气很礼貌，要公平哈。 OK， 再来天秤座呢，他最在意的第一点呢是公平互相，真的。天秤座刚开始呢，在交往的时候呢，他都会使用讨好型的策略，就是我会主动关心你呀，关心你好不好啊，工作忙不忙啊，准备食物给你吃啊。但是我为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希望接下来就是你对我有共同公平的付出。如果都是我单方面的为你付出，而你不能对我付出的时候，而且把我对你的好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天秤座也不是没脾气啊，他马上就会翻脸了，或者是他真的觉得在一个这个感情里面呢，他觉得他一直付出很多很受苦的时候，他也会有退意，会有这种想要放手。但是呢，为什么他放不了手呢？是因为天秤座的这个同理心很强，很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思考，既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当你觉得对方对你不好的时候，同时你又想他其实对我也蛮好的啦，他生日也送了我什么啦，他平时也怎么样，所以就会犹豫不决在这个人际关系。但是呢，公平的互相对待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哈。那什么星座呢？跟天秤座合得来？我们来看第三名哈。第三名，我觉得牡羊座跟天秤座非常合得来。为什么呢？天雷勾动地火，而且两小无猜。天秤座哈，做什么事情呢，都有一点尖，然后都要维持那个形象，都要刚刚好在一个平衡。可是呢，这个牡羊座，像成龙大哥，牡羊座，牡
羊座的男生不是这样，母羊座的男生是像个大男孩一样，然后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开心，然后非常的热情，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哈跟你好不像，他怎么可以这么开朗，这么大方，这么积极，然后这么的热情，然后你就很快的哎，那个身上的这种根也好，这种拘谨也好，就会被他融化，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玩得还蛮开心的呢。好，再来第二个适合天秤座的还有狮子座，哦，狮子座哈的男生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有霸气，然后呢衣着穿着呢感觉也起来比较有这个王者的气质。那这个互动起来是什么感觉？互相衬托，然后脸面有光，脸面有光是两个人都脸面有光哦哈。狮子座的男生呢带着天秤座的男生，因为天秤座的女生哈，非常给狮子座的男生面子，除了美丽之外呢，还会帮他 social 照顾朋友，所以狮子座的男生带着天秤座女生出去呢，非常非常的有面子，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对于这个天秤座的女生呢，天秤座也希望自己的伴侣呢是非常出色的，所以呢，狮子座要么就是外形很出色，要么就是他那个气度跟讲话的方式呢非常的出色，要么就是工作很出色。所以呢，天秤座跟狮子座的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自己蛮有面子的，因为自己会觉得哎我交到了这个男生是这一眼望去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人。好，那天秤座跟狮子座的男生相处呢，对天秤座的女生很有利，因为天秤座虽然很温柔，但是我们每次都说天秤座的女生有一个蓝。丝绒的手套，它有一个驯兽师的鞭子，所以呢，天秤座很容易把狮子座吃得死死的。哦，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我觉得蛮适合的是处女座哈。处女座呢，处女座呢，因为是互相服务、彼此照顾。处女座真的，处女座的男生呢，通常比较鸡婆，比较注重细节，比较会关心别人。就算他要念，他也是唠唠叨叨的念哈。那天秤座的女生跟处女座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公主的感觉。他可能会帮你拿包包啊，帮你打扫啊，然后呢，虽然一边念说你头发怎么这么多，但是他还是帮你打扫，帮你服务的好好的，让你觉得你自己很像一个公主哈。那处女座的男生呢，他通常他在想事情的时候呢，又比较会为对方着想，这个跟天秤座这个相互公平的这个原则是一拍即合。所以呢，处女座的男生如果跟天秤座的女生在一起之后，通常哈都能够很平均的分摊家务啊，日常生活上在配合的时候都配合的还不错，算是呢这个能够互相照顾的一个组合。有一个动物呢，明星企鹅哦，他想要请你帮他做造型，你会选择帮他加些什么样的造型？四个选项 ，A 的选项是戴个帽子 ，B 的选项是换上靴子 ，C 的选项是穿件背心 ，D 的选项。布老师也跟大家分析下周各生肖的整体运势。老师，好，下周是国历的10月4号到10月10号，其中10月8号呢，就是24节气里面的寒露。另外呢，那一天又是日全食。等一下，日全食如果台湾看不到就没关系，但是这一次的日全食台湾看得到。那台湾看到，我们说在择日学来讲，阴阳反背嘛，所以那天所有的吉事，结婚啦、开市啦、搬家、入宅都不可以。好，那么我把12生肖分成4组来看一下下个礼拜的运势。首先第一组猪兔羊的，猪兔羊很好哦。抢得先机，充分得利，在抢得先机工作的抢得先机，或者理财投资都算，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5个赞的评语。哎呦，最近很旺哦。好，下面是猪兔羊的，猪兔羊呢就比较差了，同事摩擦，沟通不良。哦，你这狐马狗啦，狐马狗，同事摩擦，沟通不良，所以呢，这时候就一定影响他的工作成绩了。是，所以抱歉，只有1个赞的评语。哎呦，好，下面是蛇鸡牛的，蛇鸡牛的呢是普通。运程不稳，保守为宜，所以呢，只有3个赞的评语。好，最后猴属龙的，猴属龙的也很好，改造计划提升业绩，改造计划包括工作的计划啦，它的过程等等之类，让你业绩不断的增加，所以有4个赞的评语。好，那12生肖呢，我又举了3个特别好的，在下个礼拜。首先，最好的钱财最旺的，钱财最旺的是跟乙州一样，是属羊的朋友。第二个事业最强，事业最强呢是属兔的朋友，恭喜。下一句呢是桃花最红，桃花最红的话是跟冠宇一样哦，是属龙的朋友。哇，非常恭喜，大家把握机会。好，来
来，接着呢，我们也来关心下周各星座的整体运势。来，瑞光老师，来，10月4号到10月10号这段时间呢，太阳刚好走在天秤座，是一个人际关系很和谐的一段时间哦。那我们从一颗星开始来揭晓。一颗星呢，如果你是双子座，双子座呢，这一个礼拜呢，容易遇到遭人非议，然后要低调应对，因为火星在射手座对冲你，所以你最近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人看你不顺眼，然后会找你的茬哦，你要低调回应。一颗星呢，还有天蝎座，天蝎座也要注意。天蝎座哦，你会发现你很辛苦很努力，但是事与愿违，这段时间呢也要耐心等待鸭子划水，因为过个两个礼拜就好了哈。再来我们看一颗星，还有处女座也要注意。处女座这个礼拜呢，你会发现呢，你因为自己思考不周，然后呢投资会失利，有可能会有破财的可能。再来我们看三颗星呢，三颗星哎，上升或太阳是摩羯，像冠仪是上升是摩羯哈，来要蓄积实力等待改变，就是你一直想要做一些改变，一直要把自己的工作事业上呢可能弄到更上层楼，但是呢就是偏偏哦你的这个契机还没到，所以你要鸭子划水，然后慢慢的继续去累积，然后自然就会好了，在等待改变的时机。好，三颗星呢还有水瓶座，水瓶座呢这个礼拜会遇到的是人际的变动哦，然后好事多磨，所以呢你要多花一些耐心。三颗星呢还有巨蟹座，静存姐上榜了。巨蟹座呢还算是不错哈，小确幸，财运顺畅，然后投资运佳哈。再来我们恭喜可以得统一发票200元，对，这种小确幸不错。来，再来我们看四颗星，四颗星呢，金牛座黄老师上榜，然后以柔上升是金牛哈。来，职场得意，共创佳绩，这一段时间是团队合作，就是你跟你的同事之间呢，然后一起团队合作，然后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再来四颗星呢，还有双鱼座，双鱼座呢这个礼拜呢会有误打误撞财神眷顾，就是呢你自己都没有在想，突然人家叫你投资一个什么，然后你就不小心赚钱了，误打误撞哈。再来四颗星呢，还有牡羊座，子荣老师。来，牡羊座呢这个礼拜是大好时机，一举成名哦。这个礼拜呢你不管做什么，你都很有可能被人家拱上台呢，然后大家都喜欢你，出名的机会大增。再来我们看五颗星，五颗星呢狮子座上榜了。狮子座呢这个礼拜呢是鸿运当头，顺势走高，就是运气蛮好的，人家都给你蛮多机会让你有表现呢，你就慢慢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来，五颗星呢还有射手座，射手座呢这个礼拜会遇到的情况是斗志昂扬，手到擒来，不管是谈恋爱啊、工作啊、投资哈，那只要你想要得到的，这个礼拜你就会把你所有的实力都施展出来，所以会手到擒来哈。啊，我们嘞，你们嘞，来了我们。第一名，我们当然就颁给上升或太阳天秤座的朋友。这个礼拜很特别哦，好事连连，然后让你又惊又喜。意思就是。你希望它会发生的好事，它可能有一点点延迟，但是没想到到最后又发生了。然后你不希望它发生的好事，你没有想过的，突然之间发生了。所以这个礼拜对你来讲是一个又惊又喜的一个礼拜，哈，恭喜天平。那再来，我们来，我们来加码。财运最旺的呢，我们颁给射手座哈，然后呢，桃花最旺的呢，我们颁给牡羊座，然后事业最旺的呢，我们当然就颁给天平座。来，接下来子荣老师来告诉我们，未来一个月我在哪一方面的运势最美好？好，看一下题目，就是有一个动物呢，明星企鹅哦，他想要请你帮他做造型，你会选择帮他加些什么样的造型？四个选项 ，A 的选项是戴个帽子 ，B 的选项是换上靴子 ，C 的选项是穿件背心 ，D 的选项是手背上刺青。直觉来选，你想要帮这个企鹅明星做什么样的新造型呢？我想要帮他戴个帽子。好，我也是戴个帽子。奇怪，怎么都一样，戴帽子就好了。好，那我给他穿件背心好了。穿个靴子。我要帮他刺青。好，选择 A 选项的。好，你的好运指数是80分。在哪一方面是运势特别的美好呢？就是投资运旺，钱进账呢挡不住的好财运，就是在财运上呢有源源不绝的这个财运要滚进来，就算呢你不想要赚，也没办法硬塞进你的口袋里面。所以趁这个时间，不要忘记多接一些通告啦，多赚一些钱啊，多过做一些投资理财上的规划。如果朋友们有告诉你一些小道消息或是投资理财方法，记得赶快记下来。哇，好。好，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B 选项的人，静纯姐选到这个选项哦，你的好运指数是100分。哎呦，为什么？凭什么？在哪一方面有好运呢？就是
工作事业大要进，而且更上一层楼，望翻天哦。因为呢，未来一个月呢，选到这个选项的朋友，他们是靠脑筋工作跟脑部的思考比较多，所以呢，他们在未来一个月呢，很多事情你交给他或是告诉他，他会用脑部去思考去想，不会再像以前那人家说什么就做什么决定好了，或是听别人的意见，他比较会由自己思考自己去做决定，所以呢，他总是可以为自己做到最佳利益的决定。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C 选项的现场有瑞王老师选到这个选项的穿件背心的好运指数是70分，未来一个月呢，在哪一方面最美好呢？就是桃花连连开，众人喜爱捧在心。他们在人缘方面是非常好的，大家都非常喜欢他，跟他说话啦，或者他照顾别人，大家都非常的开心，所以他的人缘极佳，桃花连连开。哦，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手背上刺青哦，现场有赌林哥选到这个选项哦，手背上刺青的，没关系，好运指数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50分。虽然只有50分，但是在哪一方面是可以有美好的运势呢？就是躲过小人的陷害，等待出极好时机，等待一下，忍耐一下，到时候就会有这样越来越好的成绩出现。谢谢，我躲开来刺刺刺刺到那边去。忍耐一下，一定会有等待出极的好时机出现。对，来，谢谢老师。谢谢两位美女哈，在这边也要祝福所有的天秤座生日快乐啦哈！哦，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同一时间请准时收看《命运好玩》，拜拜。